主棒游击方向扑下来，转一垒 ，out down nice play， 林晨飞，哇，这个一个精彩的一个守备啊！一垒方向打得很强劲，对，打第一球，二垒方向二垒手拦截之后呢，传上游击再传一垒 ，double play。What a play！ 岳东华策动一个463的双杀守备，让乐天桃园在这个半局的攻势一下子啪没了。打出了本季首安，看阿德这个球 ，nice play！ 安打硬是被化解掉了。林孝成左外野，好球。只是说林孝成的移动跟判断真的是做得很好，获得三胜，不断的缠斗，这球在主办边上手过去，有没有什么的机会呢？背向哦，抱在怀里，哇、哦，这个时候刘继宏来了一个再见 ，nice catch， 结束了这场比赛，中场魏全龙就以5-2三分之差，在双方二连战的第二部曲来扳回一城。要依序上阵，王振堂这个球猫到了中间方向，飞行距离还蛮深远的，郭立新往后追，打飞滑界 ，nice catch。就觉得滑界应该是有点要抵消往全垒打墙那个方向的撞击力。这时候开拔到大巨蛋迎接台钢来做客，左半边的飞球。这个球拦下来之后传下一垒，叶神说 out double play。说真的，到现在来讲，虽然卫权是落后的一方，只不过他们今天守备累积真的蛮多的。平飞球其实打得强劲，但是刘继宏的反应速度更快。这时间点来台南观光是最好的时候。三局的上半，富邦队的第一位打者李宗贤右边方向的这个飞球，哇、哦、嘿，来手陈崇廷，这是一个精彩的守备演出啊。就是这个球走在外角线上，有点尾劲卡进来哦。中间方向的弹跳球，二垒手抓篮板传上一垒，哇哦 ，out！ 哇，岳东华跳起来把这个高弹跳球抓下来之后呢，快传一垒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。这棒又被蓝一轮逮到了中左眼方向，邱志成，哇，邱志成！邱志成鱼要飞扑，哇！直接预约本周最佳好球了。这球出棒打成了在中外野方向很深远的位置，林振华还在往后退，结果出，哇！接到，接到了，接到！哇的 catch， 林振华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时候已经冲出去了，哇！不敢相信，居然接到啊！这球是接到哦。再来看一下中外野方向最终的落点，哇，超漂亮！真的是接到，哎，没有问题，哇，实心指，最后还加上一个跳跃哦。来看一下，毫无疑问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十星级的超级美技，本周的最佳好球就是这一颗、而且起身之后不晃，赶快把球传回到内野，抓到两个出局数啊！这个变魔术变出了两个出局数。